大家我很好奇，这里地方是哪里？可能是一定要我的帮的嘛。哪里哦？我是在那里。今天没有小户，那我现在去哪儿？我要吃火锅。我昨天非常想吃火锅了，所以我问小吴，你明天吃饭的时间能不能过来？他说我最近很忙，所以我昨天晚上认真找了一个人能吃的火锅。我只是一个人吃火锅第一次来的，紧张紧张，走吧。现在3点了，所以我找妹妹了。老板你好，现在能吃吗？能吃能吃。好的，那最好吃吗？你吃辣的吗？啊、哦，喜欢辣的。这个再加麻辣点。那这个。哇，选串的，我已经好饿了。这个小料在里边啊。好，小料台在里边，等自己调料。好的，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吃麻酱。小高说的这个酱料，这个加起来更好。南红番，醋，我爱的香菜。啊，七个，是这个金针菇，这个好方便呀，很干净，很卫生。배고파서먹기다리고바로와서먹기근데원하우치저리디방스나리그동시일리아우도빵다마先吃这个吧，这克莱多片。我不去等看，我去找了。嗯，不是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吧。今天我要吃健康的一顿。现在就刚刚拿出来了，太烫，先等着时间吃粉条的，挑战这个酱料再吃。对，我真的不够，咬开来有鱼，但是叼出来不是有一种口感，这是什么呀？还要再吃吧。完美了，我没有想到鸡排和火锅这么合适。对，有点淡，怎么办？我刚才看到的我的泡面的朋友不是直接拌，这样弄出来再吃的，要弄出来的，我还差多远？天哪，天哪！今天我忘了拿剩饭，但是又有一个野菜。我很喜欢的火锅里面的油条，蘸着酱料，掉下去，汤汁咕咕。香肠，好烫。嗯，还是一定有点呛了。我一直以为吃火锅的时候一般牛肉、羊肉、猪肉的，但是原来鸡肉也很好吃啊。加点面，我本来没有打算再吃面条，但是我的前面的朋友吃面条，我突然想吃了。这个不是火锅面，麻酱面吧？真的没有事了。哇，这个面条我做的真的好，不烂不硬，很地道。这里饭店香肠做的真的好，来条脆脆，来这个顶。这里饭店的音乐很像我的心情。大家想看爱吃的视频的话，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大家今天你看爱吃的视频，拜拜。